那个性感的照片出来之后，会不会有很多男粉丝私讯你啊，给你一些比较露骨的一些讯息这样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，我想你哦，被摸，好啦，握下握下，奶头比爱心。你要秀点腹肌出来啊！对，你要秀点腹肌出来。在休息现在。对，像这个就是性感的照片出来之后，会不会有很多男粉丝私讯你啊，给你一些比较露骨的一些讯息这样？哎，好像有哎。露骨的我想你。哦。那你有回传吗？我要回传什么？回传内裤的购买页。哦，对，哎、欸，我应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回传。这个宣传照是完全没有修图的。那个有修，可是没有修很多，真的。那现在可以看吗？确定有没有修啊？可以摸。好啦，握下握下。我要摸。报名报名。姐姐示范，姐姐示范一下，这样子，要这样子。内裤的挑选有什么偏好吗？其实我以前穿的是比较宽松的四角裤，因为我想说比较舒服，对。然后长大了比较爱美，就开始穿比较贴身的四角的。那你现在在家是会直接穿一条内裤 T 恤吗？要看家里有谁耶，没有爸妈在还是内裤 T 恤。你有在穿吗？可能会穿个短裤吧。啊，那你答案我们都讲了，随便把它讲。没有啊，因为这样子就比较那个啊。哪个？什么意思？情人节是有伴可以一起过的？就没有啊。你单身多久了？快半年。对啊。怎么聊情商的、啊？写歌吧，那个时候，嗯，就突然就感觉哦，灵感好像比以前突然爆发的感觉。那你写到哭出来吗？可以有。哦、没有。喝醉打给他吗？就是不好说。对啊，朋友密切关注，可以观赏你的内裤的。现在没有啊。有朋友介绍吗？我有。我觉得我太诚实了，你们不能欺负一个老实人。我没有。我可以收工了吗？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放过我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